刘正明踢开波啦，托莫域托莫域华达比沙希迪马治射佢啦，场波啱啱开始都有啲睇头嘅，不过睇嚟呢队波防线都几劲啊！个波而家喺韦费特沙下度，沙下结果就系冇结果啦。拉到云落域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沙夏 show 下自己嗰个防守能力啊！啊，睇佢铲起波啊，手起波上嚟咧，边估到佢系前锋啊？全能足球就系咁噶啦，前锋就系球队嘅第一道防线。你睇下佢一冇波在脚，防守几积极啊！呢个位试下落脚，开头睇嚟系威系细，但系禁区都未入，竟然俾人停咗。唐山整脚直线，有机会传入去啦，搞唔搞得掂啊？好波啊，有翻啲突破啦。呢球波射得靓咧，就系佢控落嚟咧，好似已经完全知道晒一间会点做噶啦。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啊，场边未入场嗰啲球员咧，就好似冇咩反应啫。不过断估佢哋都应该几 happy 嘅。麦亚瑟抢翻个波翻嚟啦，罗夫道斯卓克完全唔惊同人撞啊！汤坚斯。罗夫道斯卓克找紧目标，罗夫道斯卓克传个高波，射到啦，整多下添，几好噶，不过可以再好啲。比沙快速进攻啊！带到个波上前啊！而家可以点先？沙夏试下挑个波入嚟，佢射啦，反应好快啊！呢球波扑得好，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嘅。卡比耶踢咗出嚟啦，麦亚瑟，哇，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基亚卓尼利就冇话挂住攻唔守波噶，哇，佢系咁埋去追波咧，真系好值得欣赏嘅，因为好多前锋咧都唔肯咁做嘅。喂，射佢啦！头先真系牙烟啊！麦亚瑟好快咁向前传，唐新。唐新好巧妙嘅传送啊！
比沙，华达比沙，华达比沙。你有没有入啊？我想对方都流几滴冷汗啦。华达比沙呢个射门就够晒力噶啦，不过系冇准。佢哋拣开个短嘅，卡比耶一脚解围，向右翼传出。有機會突破，個波而家喺華達比沙度，仲繼續推緊啊！到底會點呢？羅夫道斯卓克、沙夏、唐新，呢個直線靚啊！喂，有機會啊！入波啦，领先两粒啦，松口气啦。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。嗱，单对单对住龙门最紧要就系冷静啦。龙门系想挡佢噶，挡唔到啊。入到第二球，哦，上半场完咗噃。喂，系啦，你到上半场咧有咩睇法啊？今日呢场波对佢哋嚟讲好似好易踢咁，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赢波啦？好，又开波啦！嗱，佢哋要追翻个比数咧，亦都要小心，即系唔好再失多球。所以下个入波非常重要。祖尔和德，和德上插水式头槌，守门员表现好好啊！哇，呢个门将反应真系快过只猫。沙夏差啲咧就除衫噶啦，可以。呢位仁兄啊，不嬲都系好有自信啦，就快去到自大嗰只噶啦，肯定今日有料到啊！沙夏向侧翼传波，罗夫道斯卓克可以试下切入，射啦，只系差些少，不过唔入就系唔入。唔好话你啊，我都以为呢球波入梗啊，争少少。唐新差些少就得啦。乜佢啊，肯定系对手。唉，轮进啦，麻烦啦，真系好波啦。好机会啊！哇，救得好啊，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呢个龙门系抵加人工俾佢啦。连前锋咧都翻去后场度帮波啊！一队好球队嘅前锋咧就系第一道防线啊！你睇下佢真系帮到自己嘅后卫唔少噶。拉弓，唐新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、啊！基亚卓尼利。希迪马治个波传向左翼，咦，控得几靓，试下射啦！呢球波射得几好，唐新
沙夏，功亏一篑啦。麦亚瑟呢脚直线一顶入佢啦，呢球真系可惜。呢个波其实俾得好靓噶，可惜嘥咗。希迪马治，基亚卓尼利。唐新，唐新，希迪马治，这个会是界外球。卡比耶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个会追到先？拉杜云落域，基亚卓尼利，希迪马治，基亚卓尼利攞到波，拉杜云落域，有冇人帮？喂，试一射啦！喂，呢球波真系应该入噶。啊，走位啊，靓啦，最后一步啊，竟然唔入。希迪马治，希迪马治，唐新有机会反击啦。沙夏，拉杜云落域，基亚卓尼利，个波而家喺左路，射啦！和德直接长传，球证表示比赛结束，结果都系输咗啊！虽然班球员啊搏晒命，但系都系要输。咁嘅結果都幾難接受。喂 ，Keyman， 你對今日場波有咩睇法啊？呢場波咧，我想講嘅嘢就係冇嘢好講啦。一你冇波入咧，自然你唔會有得贏啦，係咪？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，Keyman，thank you， 我哋再見。